浩荡的诗，秉承崇德体制，尊师重道，敬老尊贤，延续前贤后学浓情道义。当地人办好当地事，遵循菩萨慈事，传承饮水思源美德，博化崇德圣业蓝图。人才培育研究办成，三多四好人才增长，道务运作，道务活动，集体领导，整体带动，财务管理，建设基金，手续清楚，保护道场，整体开创，扩展道务，终于架构十足合作。法治印证，道场伦理之本意，佛规礼节之标准，先生先者之精神。当地人办好当地事，崇德海内外道场，当地事不局限当地人，团结合作更积极。三多四好人才增长，道务运作，道务活动，集体领导，整体带动，财务管理，建设基金，手续清楚，保护道场，整体开创，扩展道务，终于架构十足合作。近期成兵冲的体制发展道路，当地人团结合作，积极办好当地事。